舒淇和刘嘉玲一同出席珠宝代言活动，刘嘉玲一身黑金色洋装，鬼气喷发，而舒淇则是性感白色露肩裤装亮相，两人分别戴上700万及600万的钻石，艳丽动人。刚与闺蜜从日本返回的舒淇心情明显不错，被媒体问及婚后家中地位有没有改变，舒淇俏皮回应：我们家地位最高的是我们家两只猫，我就排第三，对。你先在前面，没有，我们家有两只。而刘嘉玲被问到是否会希望舒淇早点生个小 baby， 她则表示每个人生活方式都不一样，只要她快乐就好。如果她结婚后想要 baby， 那就生。然后如果她觉得不生 baby 很快乐的，我觉得这也很好。日前才被媒体拍到香港的中医诊所去看医生，也承认是要拿药调理身体，但被问到有没有早人计划，舒淇却是大打太极。我觉得很多时候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。自从与冯德伦结婚后，舒淇怀孕的消息频传，女神的一举一动抢进版面，粉丝都在关注好消息。记者唐权综合报道。